所以现在呢，就是《炉香赞》呢，我刚讲，大家都会唱，拍子很要紧。有时候等唱的时候，你们把那拍子打出来，好，我先唱个《炉香赞》啊，要打拍子，左手四拍，右手四拍，来。炉香赞
这炉香赞大家都会唱啊，但是就是那个板眼你们要练你的手哈、哦，板眼。但是刚才哈、啊，没给你们这个解释哈、啊。习尧文过来，哦，那有几拍？那个是两拍而已，啊、哦。这个摇下来那个两拍哈、啊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西啊，这个两拍，对，这个打下去点一下，打下去点一下，然后摇下来两拍就只有一拍而已，啊、哦，这就快的了，啊、哦，然后那两拍下来有一个千斤，再接一横那个地方，那又是两拍啊。哦，也就是打下去你点一下就可以，啊、哦，打下去点一下，那只有两拍。啊、哦，然后过来到随处，随着随，那个时候开始才三拍。台湾人讲过七千啦，这个地方啊，啊、哦、不一样啊。你们这有本子吧啊？你看一下，你看到哈，习尧文的习开始，那是一拍啊，两拍，打下去点一下，打下去点，然后呢，从摇，摇下来有横的那个两拍啊，那个两横啊，那只有一拍而已，就是你照他那个打就对，哦。然后呢，纹了下来。横的有两拍，然后千千过来的那个横的、啊、那有两拍啊，然后到这个随处的随，那可是有三拍啊、哦。然后那个结祥园那个地方也一样啊，还有那个跟那个现全身啊，啊过来就是说。摩诃萨的诃那个地方，啊，台湾人台湾叫贵七七啦哈。这个有没有问题啊？有问题啊？提出来，大家来研究哪个地方你们不懂？我看我写给你们看。来，注意这里啊，从席子可以这个开始，这是两拍，打一下点一下，做两拍，做两拍，这个就一拍。所谓一拍就是不用点，啊、哦，这个几拍啊，不要点。这个几拍不要点，七的这个都要点，你看懂吗？好，还有这个结祥圆啊，圆下来也是这样子，还有那个现全身啊，就是那七七那个地方啊，然后过来啊，就是。阿弥陀大战哦，这个弥陀大战七星的地方也是这样子，也是这样子点哦。好，现在呢，因为炉香赞大家都会唱啊，弥陀赞可能就有的啊，不知道会不会不知道啊，所以弥陀赞可能啊就要多唱哈、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唱弥陀赞啊，31页那个地方啊，先听一遍啊，弥陀佛，
我在听，我就知道你们都没数。你看，没有数哈，这不整齐。啊，这个拍子很重要，这个
下去有时间来拍子练手来数拍子啊。刚讲过，你必须要练到哈，你这个不用点，就你打下去你就知道啊，那点你就知道要几下，这很自然的练你的手啊。啊，不然的话，你看有几个地方，好像那个弥陀如来身和若仙羊下来第三千千那个地方，那个都没出声音呢啊，还若仙羊这个地方，还有那个八德莲八德池中莲酒品啊，酒下来到品那个地方，哎，这个很多地方啊，你不数拍子，你一下板一定下得不准的啊。这个练给他说啊，这个地方要加强的就是那个六个字啊，六个字啊，十倍习舍难量啊，还有那个七宝妙术成行啊，这个这两个地方哈，再跟各位加强一下啊。此七宝哈，七是这个地方哈，大家这个比较有高难度一点啊，所以说你们这个地方要多唱啊，唱给他说哈。
因为这里啊，我有这个第那几个奖金仪式，这是以前啊奖金啊，现在好像很少了。以前有叫奖大座，奖金啊叫奖大座。一开始啊啊去请师啊，请来啊就要呼终身祭，这里有奖金仪式，在29页哈。有奖金仪式的地方，啊，这个警司上座之后呢，还要呼终身祭，终身祭这个呼好啊，就这个唱三遍啊，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然后接这个开经记，然后唱好，然后就开始讲经，这个讲大咒的仪式，现在很少了。不过好像有一次是前几年还是什么，有一个叫做大陆来的那个孟参老和尚，他在这个世贸在讲经的时候，我有给他唱的。他现在已经，以我所知道，好像可能讲大咒很少，因为大咒以前有讲经都是会用这个讲大咒的这个方式。因为是很少人会，但话又讲回来，祭场一定要会，所以以后你们要当引礼迎战啊，这也写起来，因为这个。这场那个你们啊好像这个赠寿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终身记。终身记写起来啊。这没有吊钟啊，用欠代表啊。这个终身记啊，就是终身传三千纪历，佛法扬万亿国土，然后功勋起世界和平，利益报檀罗获得啊，这世纪啊。啊，你们听一遍啊。
恭喜
唱好就开始讲经，就入经文啊、哦，讲大咒是这样子。这次啊的安排，这个是教换拜啊，换拜教唱，事实上是换拜演唱啊。对啊，你也唱一唱，时间就到了啊、哦。那这个也就是说，你们要注意，今天晚上教你们几个要领。就学习换拜，最主要是你们那个板眼拍子要准，一定要下去要练。你家练得很熟了，唱每一条赞啊，你唱起来都会很顺，又会比较标准，速度也会比较哈、哦，不会啊，好像下板了、啊、下不下去，一定不会。拍子很重要。好，最后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时间了呢。你不是啊？这个是这个、上堂的哈、啊，上堂仪式哈、啊，上堂仪式就是这个唱炉香赞和尚上座之后。啊、哦，然后顶礼，然后就呼这个华严龙象钟，当官第一义念好了，然后就说法，说法好了就在第二句，第一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啊、哦。好，不是我们爱拖你时间，是你们要求的。好，好。Yeah.